县长林明真在县议员黄世芳的陪同下，前往中台禅寺中台世界博物馆前会勘道路改善工程。经实地会勘，这个路段为弯道路段，而且道路限缩，影响行车的视线，不利通行。林县长指示公务处要拓宽改善，并新建排水沟，改善该路段的排水功能，让车辆及行人更加安全。县长林明真在县议员黄世芳陪同下，前往中台禅寺世界博物馆前会勘道路改善工程。林县长表示，中台禅寺是国际知名宗教及观光圣地，信众及游客众多，该路段宽度不足，又是弯道路段，视线不良影响行车安全，也不利游客通行，有拓宽改善必要，会改善该路段交通品质，提高游客观感。县府公处将筹措358万元进行拓宽改善，并增设排水沟及改善下游排水功能，解决下游淹水问题。埔里镇哈一心里啊永丰路哈，它都接近了呢中台禅寺哈，这个路段哈，啊因为这边啊这中台禅寺现在是世界非常出名的这观光圣地哈，啊所以啊这个道路啊，就是因为改道哈修缮之后，这个路面呢有比较狭小，哎，较宽度较不要宽吼，啊，所以这个需要再做拓宽了。还有这个是我们县道哈，啊，我们县政府啊，这个中台禅寺啊有这个需求啊，啊，我们县政府就来配合哈，啊，把这个道路啊拓宽哈，大概至少可以再拓宽到2米宽哦，所以我们将要花将近360万的经费啊来。来把这一段呢，大概135公尺啊，把它拓宽，啊，同时啊，水沟也一并啊，把它啊建造起来，这样排水沟方面啊，才不至于淹水啊，啊，这样改善我们整个哈，啊，这个中台禅寺啊，啊，这个环境啊，这道路的交通的设施啊，更加完美，更加完善。县议员黄世芳也感谢林县长协助改善道路狭窄及排水不良问题，相信完工后一定能解决车辆拥塞，提升民众行车安全。也非常感谢我们县长林明真县长哈，帮我们这个拓宽这个一心里永丰路的这个道路哈，改善这个交通的瓶颈，让这个我们世界的中台禅寺哈这个景点可以把它的这个路啊，还有这个积水的部分。都可以改善很多，让地方也好，让这个一些民众来行驶都会走得非常的顺，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弯道了哈，所以说这个是需要要透过这个县政府的拓宽工程来改善这个弯道的一个瓶颈，让行车的路线可以行驶得更好。稍早林县长与会同林方圆议员前往广城里会勘附近路排水改善工程。该段排水沟因侵蚀护盖年久失修，坍塌阻塞，造成排水不良。每逢豪雨，沟水溢流，淹没邻近农地，造成农民损失，影响民宅安全。林县长会勘后指示公务处发包改善。记者蔡世奇埔里采访报道。